是可以推荐我入戏。入戏，入戏。如果韩剧的话，其实最近有蛮多欧巴上线的。前辈请教。生完小孩那段时间，老公真的是给你很大的支持。对。所以其实这部片是可以找老公一起看。对啊。可以一起看。前一段时间蛮挣扎的，然后那时候也有对我老公发过脾气，因为一开始你刚进去业的东西那几天，你的奶就是还没有那么多嘛。对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帮我挤一下，平常都会洗，为什么不挤？这样。欢迎收看《妈咪的》。什么呢？塞车，塞车，为什么是塞车？通常台北市都没有车啊。因为我要先回宜兰，再回嘉义，嘉义再回台北。过年就在车震，车没了，没错。那过年太无聊了吧？那你嘞？你说看看。我过年是好不容易不用工作，这时候我就有时间来追剧了。人生一年当中有一段这个时间，你可以放松的追剧，挑的片单就很重要。真的慢挑雷片。因为我们今天为了不要让大家好不容易有时间追剧，然后结果看到一个烂片，对不对？对。让你新的一年整个就是。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选片王，欢迎选片王。小可，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可就是选片经理，相信这种东西问你就是最正确。所以这时候有没有推荐给我们妈妈们有什么可以放松的剧吗？我觉得过年期间真的要看放松一点的。然后最近有部片，我知道两位都有略略的研究一下，产后我跟你讲。写论文好不好？我只研究而已。然后里面都是妈妈们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，很真实，但当然也夸张了一点。对，就妈妈可能会很有同感，但又觉得哎呦，干我爱呢。但是说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是有这样，不过那个太惨。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来追一下。而且我觉得它集数刚刚好，8集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自己会推荐？有没有是跟你的心声非常符合？在月子中心那段期间呐，然后你碰到的一些人、一些心境，不小心就对号入座了。然后它里面主角就是一个全职妈妈，高龄产妇，但是她就是一个在事业当中成功的女强人，这个跟你就蛮像的吧，对不对？里面女主角她是到她破水那一刻，她正在工作，在工作。对，因为很多职业妇女是根本不敢提前请产假，对，都还是工作到最后一刻破水了，从那一天开始请产假。我也是啊，重点是我生完隔天是愚人节，我们老板直接跟我讲说，要不是因为看到你在。我真的以为你在祝我愚人节快乐，拜托大家好不好？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说，哦，你预产期什么时候？加个十天或减个十天，这个范围可能有个产发9个月之后，你就要来注意它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你觉得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地方？多多少少都有，比如说她一生子当天马上知道自己怀孕，我那个真的不知道是该开心，对，还是不该开心。尤其是在片子里面的时候，她有提到说，她相对也很期待这个小孩子的到来，但是她第一她是高龄产妇。因为他是工薪主管，第三 ，maybe 他会很 care 他的小孩。如果比如说有一个万一出一点血或什么的，那我是要跟公司请假吗？还是我要硬撑？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情境、有共鸣感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那时候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前3个月不能讲，但是因为我们工作有时候都会敲到后面的时间，不知道到底是要先跟厂商突然放开他肚子去主持，对，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等到后来3个月之后，真的才敢跟人家讲说那个后面不能接工作，对，因为你真的前面又不敢讲。可是你不讲又不是，因为我们又要穿很贴身的衣服，总不能到时候穿着秀服，然后肚子顶出来，对不对？吓死人！我觉得要工作的妈妈很害怕一件事，就是被取代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职业代理人嘛，对对对对，或者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行业比较竞争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最漂亮的女生，对啊。哦，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生小孩，就是没配合，突发状况又多，公司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好好的处理好。没有在职场工作的妈妈也不用担心。看这部戏，你很快就可以进去，是因为他进到产后调理院之后呢，就在里面发生了很多，你一定多少心有戚戚焉，或觉得这也太夸张了。我们就是碰到都是职场妈妈，但他里面有一些是全职的妈妈，对，然后有些是为了生孩子之后，他就放弃很多东西了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价值观的冲突，会一直互相比较。那他里面有一个角色，我觉得也是很跳出来，真的是年轻妈妈的代表。然后他单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基本上未婚，然后单亲妈妈这样，就是他很相信个人主义吧，就是很重视自己，女性主义，对，所以他不觉得我生小孩我就要喂母奶，我生小孩我就要牺牲我自己，牺牲我的事业或干嘛的。他也不觉得因为在坐月子我就不能喝酒，之类，就非常的做自己。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出现拯救了所有的妈妈。他们内心其实是很多的挣扎跟渴望，对，我其实不想要这样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也跟着这样。有一幕超好笑，他就说：“啊，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喝母奶。”说：“不要，我从头到尾都不要。”然后旁边妈妈就提供给你说：“其实。”
你不一定要听别人说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你不用跟女主角的先生其实蛮值得鼓励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，很多妈妈会有产后忧郁症，然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老公这个部分。对，那她老公其实帅的，然后她就是在工作上面也是还不错，然后有很多年轻的后辈喜欢她那种感觉。中间有一幕就是，哎，她老婆要问她事情，她都会骗她，然后说哦，她可能今天要去参加朋友的之类的，就后来发现啊，她原来是去开刀，她骗她。对，她长痔疮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其实真的，当你在结婚完之后，生完小孩那段时间，老公真的是给你很大的支持。对，所以其实这部片是可以找老公一起看的，对、啊，可以一起看。我那时候真的也是在喂母奶的时候，前一段时间蛮挣扎的，然后那时候也有对我老公发过脾气，因为一开始你刚进去夜中心那几天，你的奶就是还没有那么多嘛。对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帮我挤一下，平常都会洗，为什么不挤呢？哇，突然出现。对。你要喂母奶不喂母奶，或者有些就是说，哦，你一定要挤出来，因为小孩子不知道喝多少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去听那些，你就自己开心就好了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如果妈妈不开心，挤出来的奶应该是苦的。Nope.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大家看看开心之外呢，就是要告诉自己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带孩子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完美的妈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可能就是很多传统妈妈呢，会一个觉得很喜欢的形象，可是其实她自己压力也很大。所以它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好的妈妈不是我们的妈妈，对，只是知道怎么样去。被自己爱上孩的妈妈才是好的妈妈。对啊，包括奶量也不等于好的妈妈。没有真的，但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就是女主角的妈妈哦，真的，因为她女主角的妈妈像一开始那时候怀孕完之后，很多人说哇，你生完小孩花就会忘记母体有多痛，对不对？生完你那一段时间你还要恢复，然后她那时候不是有一幕就是公婆进去看小孩，大家的 focus 都在小朋友身上，对，然后但她老公不说，她老公说我老婆也辛苦，我说怎么会辛苦呢？你看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，很开心，以后就对，幸不幸福？那你要说啊。你知道吗？但你也不能说不开心，我生孩子也是蛮开心，可是我其实还是一团乱，内心还在挣扎。没错，最后他妈妈看到他的，看到他真的就是，然后说你辛苦了，对，这个最累了。一直到后面他考虑到要不要回职场带小孩这件事情，他妈妈就是后来生病，然后没有办法帮他带孩子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对妈妈发脾气，后来他妈妈就跟他说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哭，真的，你们是不是要哭了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天花板两位。妈妈真的太伟大了，非常推荐给大家看。对，好，那但是除了产后调理院之外啊，有些朋友他想要看一些不同类型的片 ，maybe 不是妈妈，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在过年的时候看过？那也是老公在看的，所以有什么是可以推荐我？就是在主戏，主戏，我就说出来了是吗？如果韩剧的话，其实最近有蛮多欧巴上线的。像我最近有看一个女神降临，那个女生其实是蛮好笑，她是就是普妹，但她化妆完之后变成一个超正妹，然后男主角很帅，完全就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她也的确是漫画改编，所以你知道就非常的梦幻。哦，可以看呢。对对对。那有没有有一些是有些就是在床上翻滚的一些片段？最近有一部就是比较撒狗血，她其实床戏也蛮多，而且激烈的床戏。激烈的床戏。这部片非常撒狗血，然后在韩国也一直屡创收视率新高，哦、然后有什么压力蛮大的、啊，对啊，他们非常夸张、欸、我觉得偷情，然后不要学，不要学，他们都没有好下场，偷情没有好下场，看这种狗血剧哦，就是也不要随便上酒店哦。最近还有一支，我觉得也是欧巴要上线的，就是前辈请不要擦的，前辈请不要擦那支，前辈请不要擦那支口红，好不好？ Okay, 你还好不是擦的、欸，前辈请不要擦那支，擦那支口红，擦那支口红，你们好烦哦、喔，剪掉，剪掉，小口红，大口红，剪掉。他是在讲一个就是小鲜肉要追他的上司叫前辈嘛，然后叫他不要擦那支口红哦、喔。最近流行姐弟恋呢、啊，如果你们欧巴看不过瘾的话，陆剧吧，因为有一些婆婆妈妈。哦，喜欢这个比较放松的旋转。哎，刘诗诗是不是有一部新片？对对对，刘诗诗。如果之前大家有看《三十而已》，女性的就是自我价值吧，的那种片子，我觉得介绍这么多，就大家可以依照你们的喜欢的类型去选择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要请我们的选片王小可再跟大家重新介绍，要帮大家整理一下片单，有哪些是必看的呢？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《产后调理院》啊，它也已经完结了。然后《上流战争》Penthouse 小玉有在推荐，女神降临。然后有一部我要追加。哲人皇后，轻松的搞笑喜剧。陆剧的话可以看《流金岁月》，对，然后还讲了什么？后妈咪后频道记得追踪。厉害厉害！那我们今天这个也要非常感谢小可来跟我们分享啦。那当然，小可马上也要去新加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希望我们小可可以尽量多
回传一些你在那边的生活。对哦，分享给我们喷水的部分。我们是那一天，妈妈我在喷水，石头鱼